你和展玉飞果然认识啊。啊、哦，那个一位故人，哪种故人？是人家狄飞生那种，还是李神医给人看过跌打损伤的那种？你得提前告诉我，我得分这种情况，提前躲远一点。怎么样了？你这不好好养伤，在捣鼓什么呢？来尝尝，这个粥里呢有云隐山特制的材料石竹根，喝了对你的伤有好处。伤喝就喝，哪来那么多话？李莲花，在哪呢？你慢点。掌柜，别在厅上待着了，赶紧下来，我来找你有事儿。在下李莲花，陈玉飞。展兄，别来无恙。你现在这样很好。之后展某不在书房里时，原来这展云飞从来不出头，是在和你打赌的缘故。这李相爷当面太无聊了，亏你好意思说。不是本已无恙，少年意气太过，都是你逼我。小红书。